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学到很多很宝贵的功课。这个人很聪明，很努力，很依靠自己，而在他靠自己为他安排出所有最他觉得最有利的、最好的、最合适的道路的时候，常常让他自己走到走投无路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总是神来遇见他。雅各第一次遇见神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他跟哥哥斗到后来，他夺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，他却开始出去逃亡，走投无路了，遇见神。第二次遇见神是什么？他要回去，要回家去面对那个他对不起的哥哥，那个当年发下话来说，等到我爸爸走了，我非把他杀了的那个哥哥，他又走投无路，然后在庇努伊勒，他遇见神。第三次起，他又再遇见神，什么样的时候遇见神？哇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他从世界那个城市里面逃出来，因为他们家在世界那里闯了大祸，又再一次逃离，每一次都在他的人生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神就来找他。神只有在那个时候找他吗？恐怕不是，是因为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他也不太想理神。感谢主，我们会不会也这样呢？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哦，主啦，会啦，我们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我会啦，礼拜天我会去聚会啦，该听到我会去啦，该奉献我会。但是神在乎的真的不是那些。谢谢主，神让雅各遇到这些，是因为神知道只有在难处的时候，雅各才听得进去神的声音，才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谢谢主。因此神的目的不是要让雅各遇到难处，神的目的是要雅各走回到神让他所走的那个蒙福的道路上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整你，不是故意让你遇到一些很挫折的事情，不是让你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情，主要透过这些使你回到神为你所预备的那条丰富之旅。当你走回来了，困境就会解决。就好像雅各，当雅各走回来了，往伯特利走，在那里筑坛，在那里自洁，在那里重新跟神恢复关系。接下来的一段经文说，他们便起行前往伯特利，走回到那个神要他们走的那条道路上的时候，接下来神就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非常的惊惧，很害怕，然后呢就不再追赶雅各和他的众子。谢谢主，当人走回到神的生命里面来，那些难处就退场了。为什么？我再说，神的心意不是要借着难处来整你、修理你，他是借着难处把你带回到该走的路上。当你回到那个该走的蒙福的恩典的道路上的时候，那些难处你已经走回来了，那些难处就不需要了，那些难处就退场了，神就伸手介入了。谢谢主，那些难处就从他的生命当中就退场了。祝福你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回到神的心意里面，你会发现神伸手介入，然后神使那些困难就从你的生命里面出去了。
独